个是玩亲子一起玩的。来了来了，准备了 ，Go！ 比赛，不用比赛，我们正在完成，不再比赛，对不对？哇，你给我爬这么快，都很高了。我不要叫。建立完自信心之后，这比去健身房还累。哎，好，你有看到直升机的时候，不是要放这绳梯下来吗？因为你很厉害啊！哎，不要摇，浪费力气。不用勉强啊，差不多有体验到没有力气的话就可以下来了。对，你好像长高嘞，脚变长了，快到了，快到了，最后一格，哇，成功，慢慢下来，不要急。不要完全用手的力量，有脚要踩着，你这样它才不会比较不会浪费力气。这每天来这边爬一轮之后，就比健身还有用。成功！哎哎，踩好踩好踩好，对。很好哦，在这。阳光充足，爬大楼，后面又是蓝天。对，坐着坐着，先坐下，屁股坐着，对，脚再慢慢踩过去，很好。对。再往前一点，没关系，你的力气一定比他大。对。可以吧？先我告诉你，对，屁股移屁股，对，慢慢移屁股，对，然后再往屁股再往前，对。啊，不行啊！那我要注意，那你就转身面对他，面对中间，准备往下跳。哎，睡啊！对。哎，可以啊。那好，等一下，好，下来，抓绳子。哎，睡啊！挑战大魔王，来，先爬。那先爬这个楼梯。对。大魔王抱着这根下来，哇！哦，哦，还可以近一点哦。我刚刚想说很远呢。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哎呦，这个爬这个你可以的。
对，重点是挑战大魔王。然后他这个有分小圈、中圈、大圈这样子。然后我们阿 U 说要挑战大圈，哦，大家看看哦，他准备要出发了。对 ，OK 啊，我要跟你去啊。阿 U 可以吗？好，加油。啊？不会掉下去，它有这个绳子会保护你，所以你不会掉下去。对，好不好？抓好，抓好，走咯，出发。对，上去。好，换脚，一起上，一二，手抓着用力，嘿，碎啦。来，来，身体慢慢倾斜，往前，左手放开，对，来，前面有一个。叔叔会帮着你的，对，不要抓着自己的绳子，抓前面的绳子，对，抓白色的，左边，左边，左边，你要抓左边，不用怕，不要看下面，对，电影都有教，不要看下面，啊，好啦，那我们放弃，啊，等一下，好啦，结果是我自己玩，我觉得我被拐了。前面那个叔叔会不会来帮我？会可以的话，我就尽量不要帮助，因为那挑战。哎，什么东西？如果说你可以的话，我就尽量不要。啊，我知道了。喂是啊，我看过，你觉得不确定？没关系。是在卖那个三明治。对。既然我儿子不在，我就走小圈就好。真的吗？对。如果我鞋子太大，我踩那个的话会滑。对啊。哈哈。哎呦，哎，阿郎嘞？在。好。好。这是 AR 的那个，就是有点看你要打东西，他是要打扁平，对，现在玩终极的两分钟，我觉得真好玩哎，还要打，快点，哎，这个我打有什么那个，我现在拍到了，快你爬上去，爬上去，一人一次，快点，可不可以？可以，快点，快点 ，Go， 还是小矮的给你，好不好？快快快快！没有没有没有，快！哎哎哦，不能离开墙太远。哦。好，还是这样。这样子结束了。快快快快快快快！不要离开墙，来打打。走过去啊，要拍墙，对。这蛮妙的。是他感应在我身上，对不对？哦，了解。要靠近墙，来。好，爬上去。在上面，看右上一节。不要抓外星人的头，外星人的头很难抓。对，先抓好再打哦，可以吗？哎呀，碎哦！来，右下角，右下角，右下角，来，这打到快，
时间到。哎、欸。